鸡翅包饭，一包是五个啊，拍两包的那个，拍十个的还便宜十块钱，这一个个头老大了，因为他这边烤的比较快，我给他用锡纸包上了，你们烤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啊，免得它糊。哎呀，裹得忒紧了，有点黏。它外边就是奥尔良味的鸡肉，里边就是米饭和菜。外边买他们现那个做好的那个，便宜的12块钱，贵一些的15到18的都有。咱自己在家烤，这一个才合个位数。胃口小的姐妹估计这一个就能吃饱，因为它本身个头大，然后有肉有米有菜，饱腹感特别强啊。嗯。里边这个米是那种糯糯的。